咁樣紅色嘅，咩即叫咪紅色咯？英國嗰啲係比較紅啲。要咩？摸 parrot 影相，要俾錢。幾錢？鸚鵡去哪裡？白色的老鹰。唔係鸚鵡，鸚鵡去咗邊只鸚鵡？頭先咪見到只鸚鵡嘅咩？老小想買飛行公園，記得嗎？係飛行公園咩？飛行公園。騎，唔係浪高飛或者飛行公園。因為鸚鵡要一齊㗎，你俾咗錢佢就全部一齊㗎。蚊啊！邊個影？睇睇邊個驚咁大隻喎？一俾錢佢就要咩？全部都一齊啊！唔係啦，等人佢閃嘅話，啲雀仔點樣？我哋就要 pair 啦。我驚佢閃。我哋二個唔係。係一班鳥嗎 ？pair 啫，鳥鷹。你啲小朋友影唔影？佢睇會閃嘅喎，咁點算？你一老抱住係嘛？佢咁樣。唔係啦，唔係啦，下次啲人大啲。阿龍抱住佢咯，除非大啲先啊，大一點先啦。三隻龍要。先攞去拍留意啊！要。先攞啲物質去整好啦。先攞片俾你搞。啲流氣啦，然後他哋要教啲問題一飛。我懶得做啊。哎呀，去看 Flamingo 了，去看 Flamingo。哎，小心啊！不可以跑过去啊！还可以摸摸摸。喂，你冇骚扰佢哋啊？诶，点输？最高我哋就系领导啊，好得罪啊你。啊哈哈！开始咯。等我影嗰只 parrot 啦。睇睇唱歌啦。叫你企啊，企喺呢度。睇睇唱歌啦。企喺度。笑。咁喐。咦？我系讲阿卡卡最叻嘅时候就企喐。你問佢，你問佢雀仔企喺佢膊頭，佢要唔要？凱凱啊，凱凱，你看，那隻鳥鳥哦，那隻小鳥站在凱凱這邊可以嗎？可不可以站在凱凱的？我是高叔叔，怎麼辦？什麼？什麼事？什麼事？站在凱凱這邊可以嗎？OK嗎？看你的手拿出来，你的手拿出来，还站在这边要不要？哥哥，小鸟站在这边要不要？乖了，乖了，乖了，走塞呀！放这边要吗？要不要放这边？还不还不要？不会咬人的，它不是嘎嘎的嘞，它不会咬人的嘞，要不要？哎，走走走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大笨熊，大笨熊还看出好多。我而家冇咁面好啲啊！我先實在係。仲會播新年歌，係啦，過年啊嘛。